你雇的人玩心够大的，我们还有5分钟。5分钟？什么意思？苏难，先把上面炸塌，然后再定点爆破出一个通道来。炸塌？这还得疯了吗？来，你扶我一下。这上面的宫殿啊，就像一个几十吨重的岩石悬在我们头上，不是塌不塌的问题。 是什么时候塌？苏难用了能让上面宫殿下沉半米的炸药，也是想赌一把。赌什么？赌我们能不能在5分钟之内找到临时藏针的地方，也就是赌命。哼，怎么赌？你有胜算吗？我不怕赌，因为我从来就没赢过。 好像跟之前的地方一样。喂，你看什么呢？你看这幅壁画，这个人。 在朝着这棵神树参拜，这棵神树应该是他们的图腾。要么，就是神灵的化身。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这棵树。哎，我说呀，当务之急还得先出去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吧，你跟往常一样，砰敲块砖，砰落出个生门，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这么做吗？嗯。 我只是个摄影师，摄影师，鬼才相信呢。好吧，不管是摄影师还是厨师，只要能出去就行。嗯，我们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上面就要爆破了。我们需要……这姑娘心也太急了吧！ 勤勤恳恳给你做报酬计划，你在这儿悠哉悠哉，伤春悲秋啊！我够你们若几年。看，我搜西岳饭店搜到了什么？宝盛，这家拍卖行叫宝盛，一直给西岳饭店提供拍品。这个西岳饭店每一个拍品都叫宝盛，那是不是宝盛才是他们的幕后大佬啊？很有可能，咱们顺藤摸瓜，说不定就可以找出幕后大佬。然后我们就一窝端了他。
张日山，这家拍卖行的法人叫张日山，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浩哥，怎么了？是他。浩哥，真是那个墨绿衬衫。哎，没想到他就是星野饭店的老板啊。那我们还端得平他吗？废话吧你。你要端平谁啊？杨老师。谁啊你？我是他的班主任。班主任怎么了？这放学了，老师您还要管呀？老师您不闲得慌呀？苏万同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下课不回家，在网吧混什么呀？还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社会人在一起，我对你很失望。老师，你什么意思呀你？浩哥，你别，谢老师是真的。他真是我老师。什么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复读生逃课上网，我一样能给你记过处分，你信不信？老师，我这就走。走哪去？跟我走。你说走就走呀？浩哥，算我请你的。走。老师，您怎么还有车呀？嗯。要是我卷子落在网吧了，我得。你过来。进。老师，其实您是假的吧？别记记了，哎，待会儿再说。是。杨老师，怎么了？像这种题你居然都能做错，你好意思的吗？杨老师，我还要做多少啊？九门啊，做完九门你就可以走了。做题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有什么？你可千万别再出事了！垃圾，假的，什么假的？
太被人霸气了。妈呀，苏万，老板接上。怎么了？要出什么事了？我那个，我好像把苏万给弄丢了。什么叫做你把苏万给弄丢了？我和苏万去网吧查新月饭店的事儿，出来的时候遇到你们班主任，然后他就把他给带走。啊，就是你怂恿苏万逃课去网吧，然后被杨金明抓了呗？那你等他下课不就完了？不是，你听。杨老师，其实您是假的吧？我早就劝他不要去插那什么新月饭店了，要是他的脸也被扒皮了，我去哪儿给他弄回来，对吧？哪有那么离谱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哪有人光天化日这样被骗走的？不对，先是黎簇，再是苏万，然后就是我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烧香，你陪我去。我不去，我又不信这一套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呀？黎簇是你发小，苏万对你一往情深，现在那哥俩不见了，你就这个样子呀？哦，你真是个绝情的女人啊！可怜的我那哥俩，怎么就遇到了你？那想我怎么样？你是苏万喜欢的女人，你去给苏万烧香，苏万一定会保佑我的。走走走走走走。给我准备的，吃吧。你这新养到灵友堂，是老板让你准备的？也就他知道我乳糖不耐受，只有这新养到灵友堂好吸收，适合我喝。冰箱里肯定有吧？我喜欢喝冰的。吃吧。嗯，太好吃了，你应该做大厨。跟你老板比怎么样？我老板，他只会做臭豆腐，我都快吃吐了。我倒是很想尝一尝啊。对了，那些人有所行动了吗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马上就要行动了。那我们也该准备了。生者愤然，死者安息。我的万万呢？你一路走好。大哥，我说他都已经到下面了，你就不能给他烧点喜欢的吗？你干嘛？不是你说给他烧喜欢的吗？万万，哥用有货 APP 给你定制的衣服，你到了下面，你要做个潮流达人。早点交上女朋友啊。干嘛呢？我想了想，他还是最喜欢你。万万，哥把沈琼给你捎过来了，你要是觉得不够，我再多给你烧几张。山有路亲为近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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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有路亲为近，这还没有七天呢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亲为近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运气好重。你是人是鬼啊？是人又跟我走。是鬼的话，恕我远送。
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不测呢，吓死我了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不急着烧纸，你还不信，也不能这样，家里纸钱多就白烧吧。我担心我哥们儿怎么了。苏安，不过说真的，你被带到哪儿去了？我被那个人拉去补习了。那个人虽然长得跟杨金密一模一样，但是我可以很确定，他不是我们杨老师。我知道他们是什么组织了。什么组织？豪哥，你想啊，这些人为什么要假扮成老师？当然是为了补习啊。这些人假扮成各种老师，来逼你做功课。那请问黎簇跟这个组织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，黎簇成绩差呀，所以他们也把鸭梨抓去了。而且，他昨天还跟我说，叫我千万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我要被补习补死。苏安，你是补课补傻了吧？我很确定我的推论。鸭梨他现在一定被关在什么地方恶补数理化。他说的是有点扯，但是也挺有道理的。你们两个的智商到底是有多低呀？沈秋，你别不信，这世界上奇怪的事多了去了。我给你看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理、历史、政治，加起来是多少？刚好是九门啊。所以我们在新月饭店听到的九门，不就是这九门吗？越听越有道理啊。我可以确定，这个新月饭店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补习班，那帮人他们假扮成各种老师，就是为了给人补课。我推测他们就是一个补课者联盟。补课者联盟？你推测？要是按照你推测，那他们图什么呀？当然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学渣，多么伟大而高尚的职业啊。走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向你学习。豪哥，王浩雄老师会赐予你力量的。我一定早日看攻略，争取赢得 MVP。豪哥，我们一定不能给捕客者联盟丢脸。你俩干嘛呢？别贫了。苏婉，从今天开始你要小心一点了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还有，别担心亚离了，他迟早都会回来的。如果学习上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来问我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杨浩，下次不要再带着苏万一起乱跑了。还好他这次没出什么事，万一下次你们俩一起出事，那怎么办？好啦，你们俩回去吧，我有上楼了。拜拜。苏安，厉害啊！这是我见过最黄金圣斗士级别的斩男杀手了。我劝你，还是换个目标吧。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学习使我快乐。小梁啊，咱们科室马上就要评选先进了。谢谢主任。你在这里技术是过硬的，虽然对病人的态度有时候过于极端，但是病人的反馈还是不错的，所以今年这个先进呢，我想提你上去。我？你回去之后写个报告给我，把这一年的成绩罗列一下，
还有几个处理得很及时的急救案例。对，那个被割得一塌糊涂的小孩，你处理得非常好，这个呀要详细写。主任，我不行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不能当这个先进，我可能害死了那个孩子，我没有救他。如果他另外的那个孩子也出了事，我该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真的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小亮，哎，你别哭啊！哎，小亮，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这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幸好他被卷入了沙层中，爆炸不仅没有伤到他，反而救了他。这小子真够命大的。命大的还不止他，夜宵也回来了。不过老板，肯定要有麻烦。兵来将挡吧。醒了。刚给你上好药，一会儿再穿衣服。他们已经看见你的背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我没问题，你有问题。活地图，让我看看。啊，我的活地图醒了啊！啊，老马坐这儿。哎，小心点。哎呀，关大老爷，什么意思呀？要不是马老板在下面也看到了这孩子的背，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啊？看心情吧。年轻人，有点私心可以理解，但是呢，做人讲原则，做事情讲规矩。既然收了我的钱，就要把事情做得漂亮，而且你也了解我做事的手段。不好意思，我收您的是摄影费。这话也说得出口。哎呀，这次下去死了几个人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。马老板，我可警告过你，我说下面很危险，是你逼着大家下去的，死了这些人你是要负责任的。行了，咱们呢都不绕圈子了。你在下边做的一切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壁画上说明什么？请你告诉我。关大老爷，马老板同一个问题，不喜欢问第二次的。是马老板想知道，还是你想知道？是马老板想知道了，对吗？而且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马老板一定会让我对你动手的。嗯，马老板，要团结，要团结。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也了解我，我是一个简单的人，我只希望拿到我要的，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，然后咱们就各分东西。我不希望这次我们的合作被破坏掉。地图，下面的壁画上是一幅地图。什么地图？去古铜经真正的地图。很好，真正的古铜经。那怎么说这地方是假的？怎么走？请你告诉我。当时上面在爆破，我没来得及，只拍了两张局部。那幅地图应该和他背上的刻痕有很大的关系，具体是什么我还要花时间好好研究研究。哎，你干嘛？让开。哎，
马老板，这孩子背上的画咱都看不懂，看来只能靠关大老爷了。扶我起来。哎呀，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走，慢点啊。我以后得叫您苏大老板了吧？你干嘛要听那个苏难的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嘘，闭嘴吧！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帮人都是他的部下。只要咱们拿到咱们需要的，其他的与咱们无关。你说这是什么破地儿啊？每天风吹日晒的，苦死了。老马，你说这要不咱们就别去那个什么古铜街了吗？我问你说什么呢？我问你说什么呢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再说一遍我听。我想做的事情，谁敢阻拦我，我就宰了他。不去就死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不是你干什么呢？大白天的，你老爷们打女人是不是男人啊？啊？哎，你干啥呢？忙呢。别说了。怎么着，兄弟，练练啊？不是练不练的问题，哎，你们拿刀什么意思？闭嘴！我有相机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多少钱？别过来！放下！别过来！哎，放下！哎，放下！哎，别动手啊！来，开门！来，拿出来！哎呀！哎呀！马老板，你是个生意人，你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讲规矩，就算我们知道你找了几个逃犯当帮手，也不至于要杀人灭口吧。您不会还不知道吧？您找的这几个帮手可都是杀人犯，身上背着人命啊，有的还不止一条吧。哎呀，小子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嗯，明白就好，以后规矩点，少给我惹麻烦。不愧是关大老爷，观察得够仔细。老麦，哎，你身上有几条人命啊？反正不止一条。那你难姐姐呢？肯定比我多啊。关大老爷，既然大家都已经把话说清楚了，马老板的意思你也懂了，你最好乖乖的把图解出来，否则咱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啊。
在干嘛？啊？你要跑？啊。站住！走啊，走啊，快点！哎呦！这么晚了，你们两个出来看星星啊？星星挺好。看完了吗？哎。怎么？你还想陪姐再看会儿啊？不了，姐。月光如水啊，帮我请尹老板过来。虽然我只是暂住在新月饭店，可你这样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？暂住？可我新月饭店的钱，还不都是被你这个老不死的给赚走了？你这样跟我谈，我连条件都谈不了。怎么，我觉得我反而比较吃亏呢？既然你觉得吃亏的话，我出来好了。不管多乱，你都不会乱。你就别夸我了。现在的九门呢，我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还好有新月饭店雪中送炭。九门已经不是以前的九门了，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只手遮天，生意还是要一起做的。所以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啊。以前佛爷在的时候，大家还能团结一致，不过现在嘛，我只是个九门的局外人，怎么你不去找那些个九门老板，反而要找我这个无名小卒呢？可以在新月饭店白吃白住，这个理由够吗？最近九门虎视眈眈，你住着也不踏实吧？是啊，我这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的，可不就要麻烦你了吗？不过我家姑奶奶尹新月曾经下令，九门的事情我们新月饭店不插手。南风啊，饭要一起吃才香。
你还是这么谨慎啊。你有你的规矩，我新月饭店也有我新月饭店的规矩。下午我会把你要的人给你带过来。不用了，这次事情比较麻烦，我想自己挑。你有看上的人了？罗雀。老东西就是老东西，我心愿饭店这么多人，你偏偏就挑了最厉害的那一个。嚯，大白天跑啊，这么有胆。你去哪儿啊？今天准备怎么跑啊？他们搞什么呢？不知道啊。今天早上一大早，马老板就把王导叫过去了，可能是因为昨天争吵的事。这真不行，马老板，我们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我们也是有我们拍摄任务的。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古铜经吗？你一定都不知道。几年以前我出了车祸，我下半身几乎就废了，在医院里住了几年时间，我就拼命运动，拼命恢复。喏，你看到了，就这个德行。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多痛苦，你也不知道我多羡慕你，羡慕你们，有健康的身体，灵活的双腿，啊，还有女人。你看《陆鲁鸣人》吗？哦，确实非常迷人。我第一眼看见她便被迷住了。她多可爱呀！她是我的女人，但又不是。这种感觉你能理解吗？所以，我听说古铜经那地方能恢复我能力。你说我该怎么做？马老板，这个你放心，你的事儿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。王涛，我是一个商人，我经商多年，我记着一个规律，就是任何人在我面前说要么这样吧，要么那样吧，要么怎么样吧，在我脑子里边只有两个字，未必。就像你拍片子，我们碰到一起了，缘分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跟我一直走下去，走到晚为止。马老板，我们是真是……对了，我忘了，你是一个文化人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当今社会怎么出现这么多没有底线、没有道德的事儿啊？就好比在高速路上，一辆水果车翻了，让人一抢而空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因为走正道太辛苦。还有我这帮弟兄你应该了解，他们都是通缉犯，所以你要听话，跟我走，走到底，我拿到我要的东西，我放你走，给你一笔钱，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，怎么样？那行，我跟团队商量一下。我在和你好好说话呢。哎，等一下，别冲动。要走我管不着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我那帮弟兄们对你做什么。明白。
你快看，这车，快扶我走！赶紧跑，赶快逃命！啊！啊！怎么了？快逃！我去，快！这边跑！快，停！快走！吃了一口虾，顺便喝了一口西凉汤。上午老师没有来找我。喝完了。哎，这西凉汤牛奶是老板让你准备的？你就怕知道我只是不难受，只有这个西凉汤只是我尝过的时候受够了。那就是我找的谜底。吃了。哎呀，稀饭放墙上来，再来一个啊！好，开始。怎么了？我就看不我了，说。既然你觉得亏，那我算。哎，这次来了，我吃了，好，回去了。九门的事情，我心里犯嘀咕。差点什么？落了一句吧。喂，还没有七天呢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快预备！不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下面的图应该是我下面的图。对，您那是。